张伯恒是不是比他刚才鞍马？对啊，哦，就刚刚先比鞍马，这会儿又吊环。其实鞍马和吊环其实是两个不同世界，因为如果同时能参加这两个项目，这意味着不是两个世界的人，但不是两个世界的人能凑到一块儿，哎，这就彰显了这个运动员的特点。嗯，这个动作就没做好。